大家好，我是美丽的港口城市丽水的吉祥物水君。我是一冰。丽水市森山面的草岛曾经有个叫母子岩的岩石，这个岩石流传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草岛大洞村住着渔夫和他的妻子及儿子。一天，与往常一样，渔夫要出海钓鱼了。我去钓鱼了。听说最近倭寇横行霸道，小心点儿。放心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爹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要听娘的话。但是出海钓鱼的渔夫不料被倭寇给抓走了。不知缘由的夫人每天等待丈夫的归来。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别担心，娘，爹肯定会回来的。但渔夫最终还是没有回来，因等待而精疲力尽的夫人及儿子了却了他们短暂的生命。这肯定是倭寇所为，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这样，含冤而死的母子变成了石头。没过多久，人畜窝乱开始了。当时母子岩有只秃鹫，秃鹫发现倭寇从远处进攻而来，于是一边嚎叫一边在空中徘徊。那是什么鸟？好像是秃鹫。它的叫声怎么那么不吉利？朝鲜军发现每次倭寇一出现，这只秃鹫就哭个不停，于是每次因他而早早做防御准备。将军，那只秃鹫在空中徘徊呢。是吗？肯定是倭寇又攻过来了。来人，速速摆好阵营，准备迎战。后来人们都觉得这只秃鹫是失去父亲的渔夫儿子变的。因秃鹫在母子岩上望风，所以这个岩石也被叫做苏里蒙德，就是秃鹫望风台的意思。不过几百年的时间终究没能保全好母子岩，现在已经看不出岩石的原型了。